就是哦，看恁大家拢来病院啦，所以我就偷偷过来看，看大家是不是有平安无啦。爸，你的检查结果安那？别放心啦，爸无代志。妈，医生哦讲我的肿瘤无变大，这嘛是算好消息。好，真好啊！老狐狸。水果，我不管安怎忏悔，我都无法度弥补。迄个时阵，我若是莫一直甲你撸，甲你撸去公园，我若是莫一直强逼你，甲切结束，收倒转去，莫要发生这款代志。这都是我的不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多谢你救苦救嫂啊，啊，搁有开放，啊，搁有，是的，过去一段时间，我误会你啊，我对你讲话无礼貌，一定让你足艰苦。知道，看到你会当介绍。为你家己的日子，为过去的阴影走出来，就算无妈妈在你的身躯边，你嘛会当这么坚强，妈妈就欢喜，妈妈就欢喜，妈，我知道。你会替妈妈好好照顾阿妈，有你爸爸在呀，我会。恁大家拢会当原谅我，我心内的罪过有较减轻一寡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我
啊不，我现在无闲啦，哈。妈。子桐，卖好你妈的。小玉，物件拢伫遮呢。那你，是，金玉，卡斯看到这张批，就表示我这边临时出状况啊。暗过没有代志，你免烦恼。那时间到，我未出现。请你一定要照原本定的时间离开，好不好？美国大的地址、各联络人 Chris 的电话，我拢写在批的最后。到美国了后，你直接跟伊联络就用了。啊，那生活需要收费，伊就为银行卡来面领。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，我一定过去跟你会合的。爱记，千万别耽误掉。顺风。小雨一定是怕说别出什么意外我都挂回来，所以我们才事先写一张批交代我。那你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？顺风，小雨你到底是在想啥啦？竟然想说要用这种办法来换我的自由，要成全我，没有可能把酒紧紧看你有得我受苦一生，不行的，你等我，我去救你。别走，要人嫌我做会走。大嫂，你哪来家？你哪家家？我是看到昨昏你离开，感觉你怪怪，偏偏个个叫袂清醒，我就找志豪到三江找你啊，才会找到这来。我不是刚跟你讲这个啊，我要叫陈忠贤抓走，我要救伊。不要，陈忠贤抓走。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我之前有传简讯给伊，够回完呢。我现在无时间跟你对家呀啦，你无用做你，要唔过我要赶伊救伊就对啦。等下啦，是谁跟你讲我要给陈忠贤抓走的？这跟你无关系啦！我拜托你莫跟我抓掉，我无时间去找啦。你卡冷静诶，但是我要真正给陈忠贤抓走，你一个人雄雄公公就冲过，安尼是怪危险嘛？我是不是危险，跟你无关系。为你搞放鬼就对啊，拜托你啦！我唔放，啊你较冷静诶。你想看卖，就算今仔咱做伙去找陈忠贤，你有法度保证会当把文瑶平安救出来？啊，咱今仔等去找爸，请伊出兵，甚至找搁较侪人斗相共，安尼才有够力，才有法度顺利救出文瑶。大嫂，好啦好啦，爬到进去啦，啊我夹袂赴，咱快去回去。妈妈，代志唔好啊，救命！什么救命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也好担心爸走啊，已经冒性命危险。爸，拜托你，赶紧派人做伙去救伊。我以后陈忠贤白去啊，啊，你哪会知啦？爸，我今麦干那要求你一句话，文瑶，你是要救，还是不救？
原来我要回报你的温情，在你的眼内一点意义都无，只是应该做的弥补而已。我跟你不一样了，文瑶对我有温情，你可以不记得，不过我不用的，我跟你去救。吴昕，留一队，我要你讲完的。吴昕，好了。拜拜拜拜，老董哎，你真的是一个辛苦如意的人。面对利益的时阵，不管是不是去伤害到宝贝后生，或者是宝贝查某囝，你同款拢会当无要无紧，同款这么自私。哦，安尼讲起来哦，对亲人拢会当这么绝情，这么无情，我感觉我的心肝内有较好过啊。我知影，为何继续是二哥来遮近咱，欺骗你甲大家的感情是伊唔对，啊，不过伊嘛是为着要保住二哥的性命，才会受陈忠贤的控制。这你嘛真清楚啊。而且伊嘛帮助咱对付陈忠贤啊，那不是因为伊，咱即马阁受到陈忠贤的威胁，即马伊的性命有危险吗？我拜托你去救伊好不好？安静。爸尊讲会当啥物拢卖收，爸爸一定随冲去救伊啦。啊，不过即摆爸爸爱顾虑的物件足多。嗯，对啦，安姐，老邓的除了感情、除了亲情以外，伊事事项项拢绝对顾着。雅姐，你敢袂当卖阁讲这种话啊？我只是替安姐住一间预防针尔，啊，若无我惊安姐。万一让罗董的无情拒绝，变作一个跟我同款对人生失去希望的人，是变怎？哎，爸，你莫讲过，爱我今日我爱人家，你讲只要伊爱我，对我好，我嘛认定伊。恁就会跟我同款爱伊，我拜托你，敢当把迄个人当作是温瑶，我拜托你，你袂当开心不求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救伊的性命，好不好？我求你，姐，那你赶紧醒起来，你醒起来啦！我拜托你，别安尼逼你爸爸好无啦？万不哩，温瑶伊失踪，真正是天罗地网的局，安尼是变怎？就算是安尼，咱就不管用心话是。你若是真正是伫陈忠贤的手头，咱一世人拢会受到忠贤折磨的。好啦，哭到这嘛有够啊！小公主都已经跪落去啊，都当来同款身高两天宽的，同款自私自利。坐落来，都爱看到小公主甲罗家拆破面，我真正不忍心。咱来走啦。对啊，安姐，你当起来啊！因为之前我嘛跪过、求过，无效，免跪啊。雅姐，雅姐，放心啦，我会照顾。拜托我求你，你一定要救伊，我拜托你，爸。